在今晚的深度催眠进入睡眠中，您将踏上一个极度放松和治愈的旅程。在这个旅程中，您将会感受内在的宁静，与真正的自己相遇。您将融入大自然的能量，感受到治愈的力量，释放内在的负担和情绪，接受生活的美好礼物。嗨，我是戴安娜，请确保你处于一个舒适的位置，关掉所有外界的干扰，准备好进入一个宁静和放松的夜晚。今晚的旅程将让你摆脱一天的压力和焦虑，所以请不要在驾驶任何车辆或者操作机器时聆听这个音频。这个睡眠放松视频的目的是帮助你变得越来越松弛，是一个引导你进入深度放松和宁静的状态。当你进入这种状态时，你也许会注意到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身体放松开始于腿部和脚部的沉重感。这种感觉逐渐蔓延到你的整个身体，而这种沉重感带来了宁静。确保你处于一个安静和舒适的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外部的宁静让我们培养内在的宁静。现在让你的双手自然地张开和放松，想象放松感流入你的双手。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你的眼睛周围的小肌肉变得沉重，你可以让这种沉重感加深，并让你的眼睛自然地闭上，感觉疲劳在你的眼前聚集，像一个温暖的磁铁将你的眼帘拉下，让它们完全的闭上。关注在闭着眼睛背后的空间，你完全处于当下，跟随我的引导，让你更深入地探索你内心的世界。当放松感从你的头部向下流，渗透到你的整个身体时，感受一下你内在的轻盈。这种放松感从你的身体中轻柔地下降，使你变得越来越平和，越来越放松，意识到你内在的空间也开始敞开。感受到每次当你吸气时，你的胸部和腹部上升，
进一步扩大内在的空间。随着每一次呼气时，让平和、放松在你内在进一步的扩散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你可以花点时间再次调整你身体的姿势，确保你的整个身体在一个可以完全放松的状态。即使你闭着眼睛，你也能感受到你的左脚内在的能量在震动。或许有一些微微的震动感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去感受和体验。现在将你的注意力转向你左脚，向上移到小腿、膝盖、大腿。感受一下你的整个左腿，既沉重又放松。如果你需要加深这种放松感，你也可以收紧你左腿上所有的肌肉，然后在你呼气时松开所有紧绷的肌肉。感受左腿更深的放松和下沉。现在将你的注意力转向你的右脚上，注意到你右脚内的能量和震动，体验在这种状态下的感觉。现在将你的注意力从你的右脚上移到你的小腿、膝盖、大腿，感受你的整个右腿的感觉，既沉重又放松。如果你需要加深这种放松感，你可以收紧你右腿上的所有肌肉，然后在呼气时松开所有紧绷的肌肉，感受它更深的放松和下沉。现在感受一下你的整个下半身已经充满了放松的感觉，让这份放松感上传到你的臀部，从臀部沿着你的背部上升，你的臀部、脊椎、颈椎，任何紧张和压抑的情绪都在轻轻的释放和消散。随着每一次呼吸，你的背部变得更加松弛和放松，所有紧张感都消失了，你深陷于宁静之中。当你呼气时，注意到你自己的腹部随着吸气而上升，随着呼气而下降。
感受到你的胃部也在深深的放松，完全的放松，沉浸于这种深沉的内在平静。随着放松的加深，它从你的胃部扩散到你整个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次吸气都会使你更容易沉入深沉的宁静。你的上半身现在平衡而又放松，这种舒缓的感觉从颈部蔓延到你的肩膀，感受所有存在你身体里的情绪都在向外流走，让这份放松感流入到你的手臂，一直到你的手和十个手指头。如果你希望加深手臂的放松感，你可以收紧你手臂上所有的肌肉，然后在呼气时释放它们，感受它们更加的松弛，更深的沉入宁静之中。这种平静感现在笼罩着你的颈部，感受到你的额头平滑，舒展你的眉心，释放掉脸上的所有情绪和肌肉的紧张。你的脸颊、嘴唇、下巴和耳朵都放松了，你的思绪可以越来越松弛，感受到一股放松的暖流从你的胃部流上来，通过你的胸部和颈部到达你的头部。然后再回到你的身体，像一个温暖舒缓的波浪流过你的身体，一直到你的双腿和双脚。你现在处于一种极致的身体放松状态，在这种平静和放松的催眠过程中，你的思绪也许会来来去去的流动，但是这份分散注意力的思绪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的短暂，你可以让它们浮现，但是它们很快就会破裂，让自己越来越放松。现在把注意力回到你的呼吸上，关注你的胸部和腹部上升和下降，找到呼吸之间那种宁静的片刻。在这种宁静中，
你可以更深入地进入到你的内在空间，观察你的呼吸，找到这些宁静的时刻。看看呼吸停留的地方，思绪也会停留的地方。每一次平静的呼吸，你的思绪会变得宁静和放松。跟随这个温和的过程，相信并跟随我的话语，完全地投入到这种宁静的放松感中。身体变得更加的疲倦，更加放松，来到这一刻是毫不费力的。现在是时候引导你更深入地进入催眠和睡眠的状态。接下来我将从10倒数到1，随着每一个数字，你会更深入地进入催眠状态，达到深度的放松和内在的平静的那种状态。10，感受到你身体中的幸福，放松的重量。9，放下所有的负担，释放所有不再对你有用的东西。8，深入你内在的平静空间，感受到安全和安心。7，你的呼吸平静、规律且舒缓。6，你的身体和思绪进一步放松，你的呼吸变得更加的平静。5，沉入更深的放松中，拥抱和平与宁静。4，你的身体和思绪继续的放松，你的呼吸变得更加的宁静。3，你现在处于最深度的放松状态，感受到宁静和平静。2，更加深入，感受到深层的平和包围着你。1，你已经到达最深的放松点。在这种深度放松和内在平静的状态下，我们的旅程开始了。这是一次探寻你的能量、疗愈你的人脉之旅，而我将用我的声音来引导你。现在疗愈和更新的过程开始，踏上这条通向深度放松、
内在平静和你新的解放能量之路。这是一次深入内在的深刻旅程，一次回归自我的旅程。现在，宁静感覆盖着你的整个身体和心灵。只有当你存在于宁静的状态下，在那里你可以遇见真正的自己。你是安全的，完全的，在你的治愈的道路上。呼吸就是生命的本身，它是你内在和外在之间的连接，连接着你的身体和心灵，连接着你的意识和潜意识。你的呼吸是你的桥梁，连接着你看似分离的存在领域。在这深入睡眠的状态中，你已经准备好继续探索治愈之路。在深度放松和平静中，你敞开你的心怀，接受着天地的疗愈能量，接纳并融入生活赋予你的美好礼物。你的身体、心灵和灵魂现在都完美与和谐。你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似乎被卸下，你看到路边的花朵盛开，它们的颜色和香气是你从未感受过的，如此鲜明和有力。这些颜色和香气滋养着你的身体，用能量和喜悦填满你的每一个细胞。在远处，你看到一个美丽的池塘，池塘中有许多金鱼自由自在地游动着。你轻轻地弯下腰，把手放进池塘中，温柔的涟漪在水面上荡漾。你来到了一片空地上，中央竖立着一棵巨大的树。你把你的手放在树皮上，感觉到树皮的温柔和柔软，感受到它散发出强大而又平静的能量。你在树下坐了下来，仿佛被大树拥抱着，分享着它的智慧。在这棵树上，你感觉到一切皆有存在可能。你的每一个伤痛都可以痊愈。你感受到你的每一种痛苦都在消失，因为这个地方
充满了无尽的可能性。你在这里见证了治愈的奇迹，你感受到树木疗愈的能量流入到你的身体里，渗透到你的每一个细胞、每一块肌肉、每一根骨头和所有的器官。你的身体吸收着这股能量，你感觉身体正在焕发活力。这个奇妙的治愈花园永远在你的内心深处，无论何时，当你寻求宁静和平和的疗愈时，你都可以回到这里。把这个地方珍藏在你的心底，它永远是你的一部分。你对这个治愈的地方深深的感激，意识到你永远受欢迎。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，你都能更深地沉浸到这个神奇的治愈花园中。这是一个永远与你同在的礼物。你的内在宇宙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随时可及的奇妙花园。现在你重新浮现，与真正的自己相遇。这是一个充满光明、色彩和声音的天堂般的景象。你听到溪流轻柔的声音，鸟儿的歌唱和蜜蜂的嗡鸣。这里是如此宁静与和谐，你感觉好像你一直都属于这里。你注意到在远处有一个明亮的光点，比这个景象中的任何东西都要明亮清晰。你好奇地走向它，你越靠近，你就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明亮光点的源头。仿佛是一束光直接从天堂降临，形成了地上的一个闪烁绿洲。本能的，你知道这是一个疗愈能量的源头，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一种感激之情，充满了你的心灵。你知道你不仅可以见证，还可以触摸到和感觉到。每迈出一步，你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抚慰。它不仅触摸到你的皮肤，更深深地触及你的心灵、灵魂和精神。
光芒引导着你投入其中。你轻轻地走进泉水，当你的手指触及水面的瞬间，一股能量涌入到你的体内。就好像一股暖流或者电流包围着你，从身体里的每一个部位，灵魂的每一个角落涌向你。你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这股能量中舞动，你感觉到旧伤开始愈合，宽恕在心中生根发芽，紧张逐渐消散，沉重的念头渐渐消失，一种感激之情在你内心中蔓延开来。你能感受到自己的每一根纤维都与这个疗愈的源头连接在一起。当你躺在深度的放松中，让这股疗愈之光继续在你内在工作，它包裹并保护着你。你知道无论何时，当你需要，你都可以回到这个状态。你感到安全，你感到被爱，被疗愈。你漂浮在一个轻轻摇动的云朵上，远离噪音和压力。白色的云朵小心地衬托着你，温柔地摇歌抚慰和放松着你。你深入地探索着绝对幸福的世界，你躺在的云朵反射出彩虹的所有颜色，你感受到每一个颜色都进入你的身体，将你的身体心灵带入和谐。这些能量的色彩能够疗愈你的脉轮，红色疗愈你的海底轮，赋予你力量和能量。橙色疗愈你的脐轮，增强你的自信心。黄色疗愈你的太阳轮，增加你对生活的快乐感。绿色疗愈你的心轮，使你更加的和谐。蓝色疗愈你的喉轮，放松和平静。渐蓝疗愈你的眉轮，增强你的直觉感。白色疗愈你的顶轮，连接你与宇宙的疗愈能量。
你的每一次呼吸都能吸收这七彩的能量，让它流动在你的身体中，使你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原子焕发生机。当你漂浮在云朵上，你感到日常生活的负担、担忧、压力和恐惧都渐渐地消失，好像它们只是被微风带走，转化为正能量。你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爱与和平。大自然的声音伴随着你的旅程，瀑布的轰鸣声，树叶发出的沙沙声，这些声音唱响了疗愈之歌，赋予你平和。你知道，在这个美妙的环境中，你是安全的。你是安全和绝对受到保护的。一道无形的光护着你，环绕着你，确保只有积极的能量才能够穿越你。在你的上方是一片闪烁的星空，其中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代表着你内在的力量和智慧。这颗星星向你发送疗愈和爱的光芒，你感受到这些光芒充满了能量和温暖，提醒你内在的无尽的治愈的力量。让这种深度放松和沉醉幸福的美好感觉引导你更深的进入放松感。这是送给自己的礼物，你值得拥有这片宁静和疗愈的时刻。随着每一次心跳和呼吸，你加深了绝对和谐的感觉。你感觉到一股温暖、柔和的幸福之波流过你。用爱扶携着你，意识到这一刻对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。它标志着你启动强大治愈能力的旅程开始。你准备好保持在这种深度放松和幸福的状态中，你感到安全，与自己和宇宙完全的和谐。你已经完全的放松，释放了一切可能阻止你充分发挥潜力的东西，而这个潜力已经存在于你的内在。现在设想一下你的身体、心灵和灵魂的融合，如同三条大河汇聚成一条大河，这条河承载着治愈的强大能量。你的身体、
心灵和灵魂现在都共同的合作，激活和发挥你的治愈能力，感受每一个细胞、器官和系统是如何和谐的运作。你意识到你现在受到治愈能量的滋养，这种力量是你的伴侣，时刻准备着支持和赋予你的力量。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你的思维，感受和感知思维和情绪如云朵般的飘过。这个移动的天空下面是一片静水，代表着你内心最深的部分。玻璃般的水反映着你的治愈能力，将它们深深地储存在内心，随时准备在需要的时候释放、支持和疗愈你。现在把焦点转向你的灵魂，你永恒无尽的一部分，它一直知道治愈的力量。你的灵魂散发出这种疗愈的能量，提醒着你，你总是与爱、疗愈能量相连接的。感受你的身体、心灵、灵魂现在是如何融合在一起，感觉就像你在点燃内在的明亮之光，这种治愈之光渗透到你的身、心、灵，它是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，永远不会失败。想象这个治愈之光从你内在辐射出去，触摸到你接触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，就好像你在唱着一首轻柔的疗愈之歌，它与你共鸣。感受着与治愈的完全融合和和谐的感觉，深深地扎根在你的内心。你不仅发现了这种治愈力量，还使它成为你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。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，这种治愈的力量都会时刻在那里支持、赋予力量并更新你。你是一个奇迹，具有治愈的能力。祝愿你明天清晨在深深的睡眠中苏醒，焕发新生，充满力量，得到疗愈。祝愿你拥有爱，事事顺利。祝愿你做个愉快的梦，晚安。